原标题：百年老照片浩气壮河山编者案。今天是辛亥革命元勋武昌首义总指挥蒋义武牺牲105周年，本段特刊发此文以示纪念。1913年9月8日，是于广西桂林。当年得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距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刻已经过去100年，准确地说是整整98年。这是辛亥革命元勋先伯祖蒋公义武的肖像。我们家族谁都不知晓世上有这样一张照片，谁都不曾沾染过蒋公殉难的最后一面。从记事开始，我对蒋公的印象都是来自那张唯一的老照片。蒋公身着西服，神色庄严，目光冷峻，坚毅中带着一丝困惑，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练成熟许多。百年之前，摄影很不普及，照片极其罕见。刊印在出版物中的那张像，高悬在长沙烈士公园烈士纪念堂和武昌首义纪念馆的，也是那张像。看上去，蒋公像和他战友们的老照片一样，陌生而遥远。那张照片不知摄于哪个年卷、哪个地点、何种背景之下，大致可以推算，那是蒋公从常德西路师范处走，投身革命的年代。奔走在家乡与异乡之间，奋战在笔杆与枪杆之间，鼓动在精兵与社团之间，坚持在动摇与妥协之间。他以文学社社长、首义前武汉各革命团体联合会负责人身份，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完成了组织准备、舆论准备、武装准备。1911年10月10日前夜，他以首义总司令名义下达10条10款起义命令，武昌城内枪声骤起，延续数千年的君主帝制轰然倒地。这一天成为中国告别帝制进入共和的分水岭。后来从长辈的口传中，从史料的阅读中，蒋公的形象一点点完整鲜活起来。他谦以待人，恭以待己，急人之难，纳人之言。他表面目内却气象万千，组织革命却屡遭挫败，五湖四海却被地域排斥。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仰，加上一位湖湘弟子的性格逻辑，必然是光明磊落、一往无前。一次革命、二次革命，几经挫跌，岂不少馁？武昌首义2年后，袁世凯复辟，蒋公再举义旗，失败后图谋再举，不幸被元党所获。1913年9月9日是蒋公殉难日，就义前一天拍摄了这张百年肖像。英雄无语，本色生威。蒋公身着衬衫，目光炯炯，神色如此镇定而安详，气度如此执着而轩昂。也许刚刚完成遗书，对亲人战友的嘱托多少沉重悲壮；也许刚刚落笔遗诗，对民主对共和信念多少慷慨咏叹。看上去比先前的那张蒋公肖像多了沧桑与亲切，更多了自信与刚强。此时此地，蒋公还留下了4首穿越时空的绝命诗，其一：当年豪气今何在，如此江山怒不平，皆我寄冤中无了，空留弩箭作寒鸣。其二：只知离乱逢真友，谁识他乡是故乡，从此情丝牵未断，忍于红雷对残阳。其三：痛我当年和妹妹，只知相有不相知，而今相识有如此，满载人生长相思。其四：斩断陈根赶晚秋，中原无主被增仇，是谁值得江山住，只有余哀逐水流。真要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摄影师，定格英雄的形象瞬间而永恒。真要感激徐悲鸿先生的高足，名画家黄养辉先生对影素描栩栩如生，更要感恩蒋公的文景之交万武先生，在照片下方楷书题写这段义薄云天的文字：民国2年，鬼公游乡来泉，为驻军所获，被害于桂林丽泽门外，真难事实已详载义史第一册。此像乃就义前一日所摄，因年远色退，特请名画家黄养辉君重写，虎虎如生，
非鬼神呵护，哪能如此？公九全有之，亦应含笑也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，烈士魂归故里，湖南省各界在岳麓山建造了蒋义武陵寝和蒋公亭等建筑。蒋公从此与黄兴、蔡锷等战友长眠在家乡的青山。辛亥革命英烈山，为了共和理想，黄兴、蔡锷积劳成疾，宋教仁惨遭暗算，陈天华姚红叶陶海明志。蒋公与之前的谭嗣同、之后的夏明翰一样，昭示出宁折不弯的湖湘血性。1921年，辛亥革命尘埃落定，辛亥英雄盖棺论定，孙中山大总统都是北伐。在桂林期间可考的两件大事，一是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，一是提议修建蒋公纪念碑。中山先生亲笔书单，开国元勋蒋义武先生就一处，落款孙文敬题，并嘱胡汉民先生撰书碑文：蒋公义武，李县人，笃志革命，辛亥武昌发难，以公公为冠，以武昌防御石守危城，却强敌，事定即隐去，当道民以官爵不受，仇鬼好援，将有事于贵，至泉州为贼将所得，贼求阿元是指，遂枪攻于桂林立泽门外。今年冬，大总统都师桂林，念功勋烈，特为功立碑，而命汉敏书公事略，以召来者。公之死事与屈张二公不同，而成人取义之志则异也。1923年，蒋公旧部陈经缅怀战友，专程凭吊蒋公，为当阴与尘埋之际，独往独来于立泽门外，为之感气者久之，继而撰写蒋义武先生就义立略，征得蒋公生前好友林伯渠、张世钊、裘敖等28人题词。裘敖先生1939年6月原件赠送湖南省图书馆收藏，蒋公牺牲史实得以永久留存，冥冥中有缘。是年三月，朋友的朋友自海外归来，带回来这张老照片，尘封一个世纪，辗转数千公里，从摄影照片到素描画像，又拍成照片，再转换成电子文件。蒋公大义凛然的精气神跃然纸上，照片如新，英雄不老，精神永恒。2018年9月9日，设于长沙市岳麓山蒋义武墓，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很多历史影像难免渐渐褪色淡忘。蒋公义武仅仅留下两张遗照，100年未曾褪色，1000年不会遗忘。蒋祖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